赶快是来自家己切消息，这是增加的市机关郭美玲在机关落任之后，延续五年前机关宣誓就职时，承诺要将研究费捐出到的公益活动，所以特别在服务处举办着冬令救济。虽然下下议员的新婚，但是郭美玲依然是十分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。十六号在服务处头前举办着冬令救济，家己化身成为志工，搬白米、发红包，搁找来美发书记证，希望家庭经济状况无好，却因为条件不足，无法度请领到中低收入户补助的民众，会当安心过好年。因为上次我递不上来嘛，我就在一户宣誓的时候，我有讲说。我可能永外研究会部分就是每年做这样的活动，我想我是守承诺跟信用的，我妈妈嘛加认同啦，我想啊顶下的报起来吼，我就说也就借这个机会啊，每年我就是志工打拢共襄盛举啦，哦只要的是讲哦也是抛砖引玉啦，哦社会更多这样的一个活动，会感觉很好啦，啊主要是因为安尼啦。事实上，我家志工打拢做眼睛不支，我眼睛打拢做眼睛的啦。现场跟卫生局人员进行着保健宣导，同时推广着健康体检的观念，希望一旦好健康的观念深入社区民众的心中。今天呢，我针对我们的长者跟民众哈，就是我们发的这个叫做高龄保健手册。这些手册其实里面都是浅显易懂啊，包括运动啦、啊，或是饮食啦、啊，或是一些高血压、心脏病的一个保健的一个知识，让我们这些民众高龄者哈，就是一看就很清楚怎么去自己做保健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呼吁我们的民众啊，还有我们高龄的爸爸妈妈，还有阿公阿嬷们哈，我们一起来拼健康啦哈。虽然无做义工，郭美玲有关延续过去关怀弱势的心，以实际行动送爱和需要帮助的民众，已经希望会当借此来保证应用。和更多人做会来投入到公益活动的推广，和社会一同处处充满着温情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网王秀山、江义琪采访报道。